知能否帮在下这个忙。小师妹现在在门派内哦。嘿，师姐师姐，我要物雅以前的。见过真人，多谢两位特地前来。仙侠派弟子日前在附近寻花无涯，位于附近的青烟村，如今妖物盘踞。不需要。真人，他的意思是，既然如此，是，真人，是一切小心。请问，真人方才没有提到卢龙军营阵法之事，是还无头绪吗？仙侠派对于各种阵法颇有研究，按说金库应有记载才是。小晴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你们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青烟村。阿尤，你要跟着我们去吗？要的，要的，要的。月姑娘，那个青烟村是我以前住的地方，那儿我比小晴更熟。这次我带路。好吧。哎。这下咱们又能一起上路了。干嘛这么身份啊？月姑娘是小晴的好朋友，你又是月姑娘师弟，冲着我和小晴的关系，你就是我亲兄弟啊，是吧，修兄弟？哼哼哼，修兄弟，我桑友想做的事可没有做不到的。今天作为兄弟的证明，就让我们亲热的勾肩搭背吧。青梅，我发现了一个线索，不知是否有帮助。我们在卢龙军营地见到的那个黑袍人，很可能是天师门的孟章掌门。什么？嘘。所以那个阵法，天师门会是一条重要线索。明白了，等回来后我把天师门的相关记录都翻出来。月姐姐刚才见到师父的时候为什么没说这个啊？你是不是在想我刚才为何没说这件事？孟章毕竟是仙盟盟主，若真有证据能证明他是黑袍人，再告诉真人也不迟。我明白了，如果真的是他，我立刻告知师父。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碰不到你。别闹了，出发吧。我之前就是住在那间屋子里的，这里荒废之后，我和村民都搬到峨眉山脚下，那里有仙侠派护山法阵保护。小晴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村内有兄弟找上身的。我当然记得，我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知道师父是谁，我们都要葬身于此了。阿尤原来也曾是一名神仙。神掌门也是。那为何仙侠派要设计？
后来沈掌门和仙侠派的师姐们对我有一些误会，可能是因为这事，掌门怕仙侠派的师姐们看到我会怎样。我开玩笑呢，不要当真。哦，好。这里每到黄昏时分，村民就是这里。哎，可惜了，当初还没踏实住几天呢，就被凶兽给毁了。倒是很少听你提起以前啊。阿尤他以前啊和现在不一样，以前他总板着脸，刚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有些害怕呢。有吗？哎呀，我那时候人生地不熟的，如果不凶一点被欺负了怎么办？我记得这里应该有一个捣药罐，不过幸好没带走。做解毒，前面就是迷幻，迷幻的毒性虽然不伤。我以前，熟悉地形，也不认识药草。修吾兄弟，你留在这儿照顾两个女孩子。好。多谢，修武兄弟，你又救了我一次，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阿尤，没事没事，幸好草药没掉，解药有着落了。不过兄弟，下回能不能别拽我领子？我总有种又被大金刚，庄师姐甩出去的错觉。你拽我手就行，啊！手不能随便牵。他记住了，就是用的地方好像不太对。算了，下回还是拽领子吧。别乱说了，什么下回啊？再有下回，修大哥可不一定能及时救你了。手臂划破了，这次算万幸，仅伤到了皮肉。哎呦，真神了！嘿嘿，小晴，你很有学医的天赋啊！你一治疗，我这一点都不疼了。嘿嘿。
你右手上也有道口子。哎呦，就是划出了一道小伤痕。没事没事，过一会儿自己就能愈合了，不用管它。你真是，好了就快赶路吧。嗯。剑云，神盘，不能放松，生活很贱，学了一，我就是神社呀，没有权重，师弟，交给我吧。妖物不可姑息，大家小心。Thank you.
凶手灼伤的村民，我放心不下，结果发现我被一群妖怪围攻，白女侠仗义疏财，刷刷几道符，打死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和小晴就是这样互相救来救去才熟起来的嘛。是凶兽经过这里所留下的火灵残影，我们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痕迹吧。是凶兽的吼声，一定就在这附近。武器好大，我们循着声音是不是就能找到？应是可以，不过吼声时有时无。仅凭这个还不够，仍需多留意火灵残影。这应该是凶兽经过这里所留下的火灵残影，我们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痕迹吧。你要尝试迷惑双眼，看招！碧海归元，来吧！是凶兽的吼声。一定就在这附近。武器好大，看不清方向，我们循着声音是不是就能找到他了？应是可行，不过吼声时有时无，仅凭这个还不够，仍需多留意火灵残影。交给我吧。再看
树，巨人树。奇妙多了好多武器，原来是这些花妖在搞怪。他们好像是凶兽闯进花卫崖之后才出现的。哦，原来是认了凶兽当老大。交给我吧。上吧，来吧。
姐姐好帅气啊！啊，就是。滑流的，听起来好危险。我们离凶手越来越近了，都打起精神来。师姐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们没有与凶手正面交战的经验，我将照神之术交给你们，以防万一。他研究照神之术，是想要帮助我们吧？好，你多费心了。照神之术啊，这个厉害了。谢了，兄弟。多谢修大哥。且慢，他似乎还有一丝理智。滑流，无奈吸取生性凶悍，此二者虽为何会越狱后无因获罪，恍惚间诸多囚徒脱逃那时，然而你并未跟随魁，然也无神志失控，之后流落至此地，至少突然凶心发作了，现在伤口啊，不好，明华解药药效快过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会完蛋的。无口神兽岂可被辱为凶兽，这般苟且存活不如就此湮灭。他想同归于尽。师姐，使用照神咒。好，光剑成盒。让他清醒过来。春，
兽的震惊效果，我们运用战场上的樱花让他清醒过来。且慢，他似乎还滑流。吸取生性刺二者，为何会越狱？无因荒诸毒，那是然而你并未跟随。然矣，我是之后留此事。此
怎么会这样？气疗术，为什么突然胸腺发作了？现在伤口，不好，明华解药药效快过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会完蛋的。神兽，岂可被辱为凶兽？这般苟且存活，不如就此湮灭。他想同归于尽。师姐，使用教神咒。好。一剑成盒。清醒过来。清醒过来。
息。清醒，但无法控制自己了。需从速将其铲除，以免危及苍生。可他刚刚还……剑化风光。
镇静效果。我们利用战场上的云花，让他清醒过来。Thank you.
但无法控制自己了。去从速将其铲除，以免危及苍生。可他刚刚喊，哼。Thank you.
凶兽之事怕是另有隐情。我们将他葬了吧。你们退后。走吧。等一下。这里的迷花毒性连凶兽都能制住，我想多采一些回去研究研究。好。爹您，我来替你。小别抢忙，风卷残云。师弟您。师弟您。